灵儿，不敢，不敢！你这是怎么了？父亲，他们去取些点心，父亲，请礼一坐。不了，我要进宫一趟。那父亲可否帮灵儿带些点心给祖母啊？那日灵儿扰得祖母难安，我十分自责。哎，也不全然是你的错嘛。罢了。 坐一下也无妨。父亲，请品尝女儿亲手种的上好的菊花茶。啊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灵儿，不要！不要！我不敢！不敢！灵儿，不敢！不敢！你这是怎么了？灵儿。 没什么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灵儿，别怕别怕，好了别怕啊！为父在，实话实说，在真女堂的时候，有时候干不完活，难免会被打、被罚。 然后，灵儿，我看看。是啊，灵儿长大了，是大娘子了。但你始终是我江元柏的女儿，她真女贪怎敢如此苛责？父亲。 女儿已经回家了，只要父亲经常来我这小院儿赏花品茶，灵儿就心满意足了。灵儿，这是灵儿在真女堂绣的，一直拿不出手，怕父亲觉得灵儿见不得人。这是灵儿给老夫人绣的。 你知道灵儿在真女堂是怎么过的吗？为了吃饱，她竟然被逼得偷那一些鞋垫拿出去换钱。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那别人岂不是笑话我江家的嫡女已经沦落到吃不上饭的地步？